请问觉得黄珊珊停权三年太重吗？哎，会觉得太重吗？来来来来。正式宣告黄珊珊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吗？那外界就有认为说黄珊珊未来也是可以当来参选。2026台北怎么布局？今天怎么看？网友现在挖出你2016年批评郝龙斌说什么都不知道可以去死一死了，怎么看网友这样的评论？今天怎么会一起跟陈医师接上？啊，陈医师接上是几点开会呢？主席会觉得这样的处分有点太轻了吗？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